配合桃园机场第三跑道2030年的上线，同时准备好迁移我们的松山机场。桃路立委补选的第一场政见发表会，吴怡农抛出松山机场2030要迁建，争取选民支持。松山机场腹地213公顷，大概是8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，全区保留作为公园，作为我们的城市之肺。因为都市计划，让我们的政府可以收到更多的回馈容积率，把这些容积率用在公共设施的建立，用在我们社会住宅。要把松基用地当成都市之肺，因应气候变迁，也让北市有更多绿地。吴怡农也说，要拿掉松基周围限建高度，解决在地长期困扰。跨党派共识的，我们刚刚看到，不管是民进党的候选人，现任的台北市长 ，OK， 无党籍参选的黄珊珊，都认为有这个必要。我们的竞争对手，除了谩骂、除了抹黑之外，只有更多的谩骂、跟抹黑、跟攻击。我们把政治的竞争回归到议题，回归到我们的愿景。但对手王宏伟脸书发文质疑，迁建松基是中央政策，如果中央无心无力，地方喊破喉咙也没用。蔡政府没提过具体规划方案，如今再喊迁建，是否沦为纸上谈兵？吴怡农则强调，这回抛出确切时程等规划，就是希望能就政见提出讨论，不要让选战沦为口水攻防。三立新闻记者高祝君台北报道。